众所周知，我建了一座大夫商场，一楼是超市，二楼是玩具区，但是这楼上要建什么迟迟没有决定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出去逛一逛。逛了一大圈，我发现楼上好像都是些餐饮区，那咱也进餐饮。兔兔好像觉得这个想法也很 nice 啊，走回家开店去。拿着奶茶店到这啦，赶紧拆开看看，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哇塞，东西还真不少，满满一箱盒，把它们都拿出来。先看看说明书，一共21步，不算很复杂嘛。那来吧，开始体验开奶茶店的乐趣。先来打个地基，再铺个地板，围上围墙，开始贴壁纸，新定制的广告牌，连接配电箱，试试，完美通电，开始按货柜，小量上货。组装榨汁机，布置工作台，赶紧煮桶茶，我最爱奶盖了。组装雪克杯，安装雪糕机。我先替你尝一尝。组装收款台，用封口机打包奶茶，整理吧台，最后铺上地毯，全部搞定。听说了吗？楼上开了奶茶店。天哪，队伍好长啊！真不错，不过这边是不是还差点意思？那你还想干吗？赶紧来告诉我吧。那拜拜了，各位。